在是30-33，蓝队领先3分。Yes.
我觉得比下面好啊！我说，我觉得这里录角度已经比下面好了。Thank you.
打这个比赛必须小动作啊。不是，他他妈那些小动作全是习惯性的。当他傻傻满满的，他拿一只手抓着这么喷。啊。然后他所有的那个防守篮板全是推的。是啊，是。不，其实他不见得快攻，他平常都能上来，就算阵地战也能上来。对。他是混血，对。他爸是中国人还是巴西人？我不知道，没有问。我觉得好像，应该他妈是中国人吧。我感觉好像他爷爷辈儿吧，感觉混血混的不那么厉害。又是三分差。这样吗？1分30秒，但绿色还是维持三分领先。是啊，必须嘛，因为没有24秒嘛。关键球，关键篮板，还有50秒。
哎，任何时候发球都可以发到自己的半场。又是关键篮板。还有43.5秒。这个中国人躲到了自己的半场。因为这是两罚，刚才是投篮动作被犯规，这不是一加一。三分差，这样等于说一个三分球还能够追平。最后43秒。哦，刚那个被判了犯规，所以现在要罚一加一罚球，这就有趣了。这要罚不进被绿色抢到，那就比这个拿到球权还不好。其实两罚前进也落后一分，但要抢一个篮板投三分就逆转。这犯规战术了，现在就比罚球了，时间几乎没有走啊，还是40秒。当然是竞技组啊，这怎么可能是娱乐组啊？好，娱乐组这样我们都不用打了。还有水平也真的没事。你说，我说以前我们大学那个跟他们比我还能进。你说什么能跟他们拼啊？我说我们大学那个队，哦，就是跟他们也能打。哦。两罚没进，现在两分差。还有34秒。最后34秒。
刻没放进，现在又要罚两罚，再次考验这个抗压力。第一罚没进，这样就算进了还是落后，必须用犯规暂停。两罚都没进，哎，竟然发生失误。最后15.6秒，就表示刚刚那个人对自己罚球没信心了，他要对自己罚有信心，就把球抱好，去等对方来犯规就行。最后4.7秒。最后4.7秒，犯规犯在了这个罚球最准的中国人身上，关键时刻两罚全进就稳赢了，再次考验他关键时刻罚球的能力。昨天这个4罚全进了，今天这个两罚不知道怎么样。3秒钟，才够对方进攻一波的。哎呀，没进，这样就有悬念了。哦，还是两罚中一，还是不错的。那现在3分差，最后3秒钟就有悬念了，对方一定会抢投3分球。很好打，最后3秒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后场发球啊，怎么暂停完之后还后